我跟你说，你别急。还掐雷了，从。跟我说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的附近有，就开始我听到个脚步。不是。可以呢。来个。等下两个，我操，这人直接补。一滴血有个，集装箱有个，进去了。集装箱打残了，残不了。这里有人，你谁打？哎，右边。好。那附近还有一个，行。哎呦！他两个仓库最后一个，他两个仓库里面。我日！哎呦！别往他脸上飞，真的！你不管一下？不管啊！我就不管。因为外边有个很强的。不是。这里有一个。没有。有。不在圈啊，等一下，在救啊，那个，都补都补，仓里边吗？中间还是哪？还是开枪，我摸他了。这是谁？小心！他的上厕所去了。马路边上有人，看小房子。马路上有个，左边撤，左边撤。好残，兄弟，车上那一个。近点有一个，近点仓小仓后面。打的就是近点的。啊？还有一个。我小仓吗？啊，我听到，我听到，我这厕所里边，还掐东西。在外面，对面两个，最后加油站，加油站房子，倒了一个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丢雷了，我给他来个雷，兄弟，你看我抢两个，顶级雷，你什么地方趴着？看到人兄弟，我看到那边有烟。在左边厕所。厕所。这边有。我操！他为什么一直不动啊？走。厕所里面。